好的，那再来我要唱新专辑里面的歌了哈。那这首歌如果我没有来高雄就不会写。好，因为我两年前来高雄认识了一个女生哈。那时候她还在念书啦。跟我才差两三岁嘛，反正就是那时候还在念书啊，然后就那个没有交过高雄的女朋友，那就觉得哎，好酷哦哈，就到现在都还在一起这样哈，然后反正后来就我就看着她从大三到大四到毕业这样子。看他从天真无邪到那个愤世嫉俗，因为跟我在一起都会愤世嫉俊，是您教我的。王俊，愤世嫉俗哦，这个世界才会进步啊。我只是直接一点说你说的话。好，然后反正就是这首歌，那个时候伯克莱有一个年度合集啊，叫做不是应该是之类的啊。就是要我写一首有关十七的歌，然后其实我想了很久都不知道要怎么写，但是后来刚好那个时候是六月的时候，他要毕业了，他要离开高雄，然后开始找工作这样子嘛，然后我就突然知道要写什么了。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过那个时期，你跟我都一样啊。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要离开台中的时候，我最后一天啊，我的住的那个房子的东西全部搬光，然后我就坐在客厅一直哭这样子，我就一直哭，就是觉得说，我还就跟他讲话，我记得我可能在客厅讲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好好陪你，我在外面打电动，我都是打到快不行了，然后回家睡觉，起床再去打电动啊，我就很对不起那个房子，觉得他对我那么重要，我居然这样子对他。好，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感触，我就写这首歌，叫做《戴安娜》。
谢谢。